我终于不是唯一的驼背了。你怎么能幸灾乐祸？小妹妹，你怎么了？ 还是别多管闲事了。黑哥，现在街上这么危险，我们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待着？汤米，别怕，我们帮你找爸爸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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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熊猫大人别生气，嘿嘿，我们还有后招。山峰，这你用力过猛啊！驼背机械兽，你真没用！别小心！驼背机械兽，你工作室被老板骂，现在又被神兽战队打，真是没用！猫咪宝贝生日快乐！把它还给我！你想要啊？嘿嘿，我偏不给你！叫你没用，叫你没用！猫咪宝贝生日快乐！猫咪宝贝生日快乐！猫咪宝贝生日快乐！爸爸！这么轻易就坏了！暗元能被发现，驼背机械兽去消灭神兽战队。嘿嘿嘿，机械兽使了背化星，已经陷入暴走状态了。神兽战队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不好，必须阻止他。大家召唤神兽金刚。神兽战队，你们也有今天。是啊，他们根本不是驼背机械兽的对手。别得意，还有我呢。呀，爸爸，危险！那里危险，快回来！是汤米爸爸编的。爸爸，是我，汤米。爸爸，不好！爸爸，小心！爸爸，给我停下！汤米，快离开这里！汤米，别怕，我
会保护你的。爸爸，我要爸爸，我爸爸变坏人了，不要！快停下来，她是你的女儿啊！汤米，别怕，你爸爸不是坏人，他只是被坏人利用了。你乖乖离开这里，哥哥很快就会将你爸爸带回来。可是爸爸他……阿米，听陈峰哥哥的话，神兽战队肯定会把你爸爸救回来的。嗯，我相信陈峰哥哥，我相信神兽战队。陈峰，我没事。驼背机械兽是汤米的爸爸，他是被雄霸变成这样的。竟然让小汤米的好爸爸变成机械兽，不可原谅！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回来。及时赶到，谢谢你，王明。河北机械兽，继续战斗！听到没有？继续战斗！就知道催催催！快让机械兽停下来！王明、陈峰。二合体速战速决，看我们的吧！魔鱼金刚，宝象金刚，鱼象合体，鱼象合体太帅了！双股息，陈峰，我们上。受一下压力吧！不好，压力锅压力太高，会有自爆的危险。必须给机械兽降降压。那就瞧好吧。不见了！嘿嘿，没错，鱼象二合体具备了魔鱼金刚的隐身能力，你们就束手就擒吧。我在这儿呢，结束了。原来昨天是你女儿的生日啊，害你通宵加班，真是对不起啊。不管是不是生日，也不能通宵加班呢。就是，让人没日没夜的埋头工作，不驼背才怪呢。大家互相体谅，才不会有压力哦。谢谢老板。汤米，你的礼物。爸
礼物。爸爸，以后我只弯腰抱汤米。让我们一起祝汤米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